我叫陳啟邦啦，咁大家都叫我阿奇嘅，咁我係水上人嘅後代啦，咁樣，咁然之後，其實早幾年咧就搬入嚟大澳去生活咁樣。最初嚟到大澳啦，知道呢個係水鄉，其實係一個遊客身份入嚟嘅。咁但係嚟到發現呢度有好好嘅地方之餘，仲有好好嘅人情味同埋倫理，係一啲好似漸漸喺香港消失嘅嘢咁。咁而家喺呢度生活咧，好似去翻八十年代香港咁。去到啲鋪頭，大家仍然係會打招呼。去到茶餐廳，佢知道我要食乜。大家即係呢一種有一啲好嘅餸或者。有一啲嘢，喂，啲菜檔啊、魚檔會留俾你，有啲嘢係唔計較金錢，然之後，我係送俾你食啊，咁樣，即係真係喺香港唔會見到。火浪啊，細妹啦，我有熟有姑喺身邊啊，有乾淨。我諗最主要兩個原因啦，第一個就係、其實係一個快將失落嘅聲音。其實不再去講，不再去記錄咧，其實呢樣嘢就消失㗎啦。關於鹹水歌，關於探歌。咁另外一部分就係自己都係有漁民嘅血統啦。其實咧，去到我阿媽嗰代已經唔識得探歌，咁我婆都仲識喎原來。咁我好好奇，好想即係透過呢個 project 咧，都去認識翻自己嘅本源咁。大家说。